老板，梅总来了，看样子挺生气的。来得够快的，让他上来。余光石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你少跟我装糊涂！当初让我在你和贺北生之间牵线搭桥的人是你，现在过河拆桥的还是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是不是见着贺北生进去以后心疼了？余光石，做人不能太绝了。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。我告诉你，你马上想办法把贺北胜给弄出来，不然我让你跟他进去一块作伴。你他妈威胁我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死，信不信？我要是怕死的话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傻吗？什么事儿都听你的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？米佳丽，我真的很佩服你啊！这爱情的力量真他妈伟大。好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你必须马上把贺北生放出来，那样的话我们的合作才可以继续。好，我答应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我要见人。这娘们儿可真够狠的，拿她怎么办？想办法把贺北城弄出来。啊？没想到吧？南边，本来我也没想让他在里边多待，让他出来。我们以后的生意啊，用他的地方多了去了。这去吧。